我是陳小明阿明，咁咧係張超雄議員嘅助理啦。咁啊認識阿榮咧就喺一年前到啦。咁啊阿榮入職嘅時候開始同佢合作。嗱咁啊最平日就好多合作嘅，即係搞活動啊，喺地區做一啲嘅行動啊咁樣，咁都成日同阿榮合作噶啦。如果形容阿榮咧，我會覺得係阿榮係建議。勇為啦，即係佢見到啲嘢唔公平咧，佢就好想去出聲，就會即刻諗啲行動出嚟咧，去反映個問題嘅。咁同埋好關心啲弱勢社群啦，同埋好細心啦。咁啊佢喺度接觸街坊咧，其實啲街坊都好中意佢。阿榮，我諗我好想同佢講繼續加油啦，因為喺工作上邊都見到佢面對好多嘅困難嘅。同埋佢要接觸好多街坊，處理好多社會議題都係好新啦，好多挑戰性啦。咁啊，希望佢遇到啲困難又唔好放棄啦，繼續管住佢嗰個見義勇為嘅精神，就繼續努力。